这是主人的绿化和山林相结合。哇塞，只露一角你就想象还有多壮观。中式的，特别就是这种过年的氛围啊，真的很足，错落有致。那个是泰山石吗？那个石头很好看，石头才显大气。哇塞，你看那绿化一直到上面去了。原谅我，又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。这两个物件我还不太懂哦，很少见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没有门铃。哇，天哪，这看一眼都是福气啊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这是几进院的，真的是主人太了不起了。我哦，您好。哇，这个门好有质感啊，好厚重，木门。阿姨您好，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哇塞，我说在外面看一眼就是福气啊。你看那个院子做的多漂亮啊。您在打扫卫生是吗？对啊。哦，好的，我进来看一下啊，参观一下啊，谢谢啊。一个人呢？我一个人，是的。哇，天哪，真漂亮。你看这个连廊走过去。这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呢。哇，等一下又有网友吐槽我，哇，这个亭子，它这个亭子好好看呢，它这个角翘的那个弧度非常完美，哇，太漂亮了。还有后面的那个绿化护坡，这个假山太壮观了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个长廊，这也是你哪里的？榫卯结构的。哦，我是衡阳启东的。衡阳啊。嗯，对。你朋友来的？我老公车停在外面。对对，我是做那个乡村视频的，看到漂亮的东西、好看的东西拍一下，可以啊，谢谢啊。你能带我给我介绍介绍吗？嗯，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哇，它这个太壮观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哇，太好看了，这个池，这个水鱼池呀，假山鱼池，然后上面白的花已经开始花苞，那个是腊梅是吧？那个树桩啊，茶花。哇，这个园林设计的一流，真的一流，就很像那种叫什么，苏州的我没有去过，我看到北京的好多的那种，叫什么雍王府啊，很多的就有这种感觉，特别漂亮，真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阿姨带我从哪边参观好一点？好，就从这里走啊，就是，啊。这里打个圈圈哦，这里转个圈，阿姨说好，这里转个圈，哇、哦，刘姥姥逛大观园，咱们一起长长见识啊、哦，漂亮，真漂亮。就您一个人在家吗，阿姨？有啊，阿姨两个，还有两个啊，啊，哇、哦、哇，这个假山太壮观了，你看，然后中式的它不会直着一条，曲径通幽，就是弯弯绕绕，这里去吧。走这个山洞，走这个山洞，这个石，这个山真的建得特别壮观。然后这里是留了一个山洞，《红楼梦》里面的，就大观园里面的啊。它再自然渗一点水，这个感觉就更真实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你看，到处在滴水，这是后面还有这么大。嗯，后面还有这么大。它这算是个。两三进院还算是个两进院呢、嗯、这个也是个鲜花吗？对，好漂亮啊。然后它的水特别清、哎、就是发绿的那种，特别好，肯定是循环的，一直有循环的。井里头的哦，井里的、哎、这个是用砖，好有创意啊、嗯、直接用瓦拼的、哎、一面、嗯哎再配上这个砖雕，好有创意。然后这边呢，就开始用这个清水墙了，就是原装砌一下啊。清水墙。然后它这个搭的很好哎，就搭的是木窗哎。嗯。木窗，这个好有意境。哇，这真的是亭台楼阁，你看就临着水。
一个这样子的，那就这种下雨天，你看坐起来多美呀、啊！多美！对，我体验一下，我坐一下啊、哦。那个里面那个是水中间那个是茶室还是什么？阿姨，茶室啊，真好，设计的真漂亮。哎，太好了，这里是。这是个客厅。客厅。烤火。哦，壁炉。壁炉烤火的。对。哦，这个好暖，进来就好暖，是不是？昨天还烤过。对。哦，进来这个温度。哦。哇，哇，它这个真好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单台，搞了一个窑洞，里面还有个窑洞啊，可以看看吗？我最感兴趣了，它上面都是原木的，你看，装灯饰都是原木的，老板很有品味。阿姨带我看看窑洞，这个大单台能坐好多人。窑洞，这里没信号了。哦，没信号，没事，我这是拍摄的照片。嗯，这就是酒窖一样的嘞。对。哇，它连这个门都是用的这个，你看。木门可以进去看看吗，阿姨？可以吗？可以看看啊、哦！哇，这里面更暖和，这里储藏东西的。嗯。哦，每一个就有一个这样子的，这是酸菜吗？嗯。来装个灯。哇塞！这里是个房间。房间。嗯。房间就是一个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的啊、哦。嗯。冬暖夏凉。热天可以睡觉啊。热天可以睡觉。哦。看到没有，这里还是个床铺。哇，这里还有一道门进去。还有一道门。嗯、这个窑洞得有多长呀，阿姨呀、嗯、这是做什么的？这是储酒了。哦，储酒的。哦，准备储酒的。这里也是。对，左右两边都是。有小鸡在叫。哦，所以它天气冷就放在这里先养一下哦。哎哎，对，那个小鸡啊，这。哇天哪，它这个地窖够大的嘞，三道门，知道吧？三道门。老板在家吗，阿姨？老板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嗯。哦，那平。老板的妈在屋里。啊、哦，老板的妈妈在家里是吧？妈妈，爸爸到家。哦，叔叔阿姨在家了，多大年龄了？哎七十多岁了，然后它尽头这里是配了个洗手间，然后出了这个茶室，我们接着往前走。住房，后面这一排是住房了，对吧？后面还有葡萄架。哦，种了菜，我来看一眼。阿姨您不用走，我来看一眼啊、哦。下着雨的，嘿嘿嘿，这里是葡萄架，然后这后面还是绿化，然后这里就是菜地了。哦，站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屋顶全景，是不是很壮观？哇塞，太漂亮了，真的太好看了。这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大的一套四合院。哇，它这个长连廊也非常长，因为它面积够大，这个水一直通过去。这是那个山泉水，您说是啊？哦，哦，养的有鱼啊、哦，过年吃的鱼，吃不完了，就放在里面，好大一条嘞，看到了，在那个地方，好大一条，哇，它所有的窗都是用这种老仿古的，仿古的，漂亮，这是二进院的一个厅，二进院的一个客厅，两边各一个房，厅里看一下好不好，阿姨？可以啊，两边各一个房。然后这里是可以上二楼的，嗯，它这个灯，然后站在这个门前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门海，嗯，前面也是一套房子嘛，是前面是前院嘛，是我们现在在的是后院，嗯，是后院。叔叔您好，阿姨您好，这是这是我的哥，我的老爸爹爸妈。哦，看到您的房子漂亮，来参观一下啊。用这个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嘞，打扰您了啊，阿姨您好啊。您好。参观一下您的房子，建得很漂亮。没修好呢。阿姨还说没修好。你哪里住的？我是衡阳来的。衡阳来的。对对对，衡阳的。叔叔在这里烤火，你看这个腊肉挂的，
哦，烤火的，烤火的方便，不用喝茶，阿姨谢谢啊，不用喝茶，不用喝茶。叔叔问我，叔叔问我是不是想建这样的房子？叔叔太看得起我了，我这辈子不可能的了。是的，真的。你几个小孩？两个小孩，两个大的，两个女儿，两个女儿，大的今年满20周岁。哎，是不是啦？对，你是给大家好年轻呢。我好年轻啊，啊我40多啦。谢谢阿姨啊，开心啊，我40多了，小的9岁，小的9岁啊，对，大的20岁。哎呀，过俩姑了，都是真的。两个女儿，以后有好好用我们衡阳话讲，以后有猪脚吃了，哎，是不是？女儿回去过节要送猪脚的嘛啊、嗯，我们衡阳是这样讲的，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这样讲的？嗯、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成的，叔叔？建没地好啊。你以为我是记者呀？对，不是的。哇，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你看这个房子太漂亮了。然后上面那里也是您建的吗，阿姨？上面那里啊，哎，很漂亮。哎哎，接着往前面走，看一下阿姨啊。你走。嗯，好，好嘞。它每一处都有一个景观，都有一个不同的景观，你看，嗯，就是你赏不完的景啊。哇，这一条连廊过去全是中式的灯。哦，等于是每个地方都有水呀、啊。哎，这就亭台楼阁，这不是一般的，就是这不是一般的老板可以建得成的，真的太有钱了。阿姨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特别暖，谢谢啊。这里是堂屋对吧？对，堂屋。哦，它全是中式的，然后门啊、窗啊、床啊，全是。哎，它还可以上二楼的吗？嗯。还有二楼，您房间还有二楼啊？嗯，二楼是做什么的？陪护啊。什么意思？陪护。陪护床。哎。哦，陪护床。哦，这个柜子很漂亮，很好看。这应该是红木的，你看它所有的搭配都是江南春呐、啊。哇，天呐，细节呀、啊。带卫生间。很方便哦。带卫生间很方便，就是你晚上回来就不用出去了。对。这边是谁住了，阿姨？哦哦哦，阿姨就是主阿姨的大儿子住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站在堂屋看看院子里面啊，这么大气设计的，然后就是所有的亭台楼阁水都非常漂亮，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四合院了。然后这边刚才我们过来是从这边进来的，这边还有一栋，这里都是小孩子的。哦，这里是给小孩子住玩的住的，哎，都是小孩子的，一两层。嗯，太漂亮了。嗯，这个茶好喝。这是那个立砖铺的人字形，好用功夫啊，这个好用功夫啊。刚才叔叔说这个房子建了3年。3年。嗯，你想一下花了多少心思吧。它所有的门窗全是仿古的，而且是实木的，全实木的，具体什么木材我分不清，但是肯定不便宜的。来，茶室进来看一下，博古架，中式配中式，哇，这上面这个灯笼也是绝了啊，这个灯，好好看。然后它后面刚刚我们过去的还有个假山，这一层呢是专一设计给小孩子们的，来看看啊，这里是新中式的家具，哇，它这个灯好漂亮啊，后面还用了屏风哎，这个真的古色古香，它每个地方都好好看。哇，天哪，下来又是别有一番天地呀、啊！哇，它上面这个灯好漂亮啊！这个灯应该也是灯是吧？嗯，漂亮漂亮，这是唱歌的。哎，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中式的用这么奢华的东西做来做影音室的啊！这是榻，这里是娱乐室打牌的，也是纯中式的。那一个房间，里面还有一个房间。哎，哇，设计的让人意想不到哎。真的，你看它所有都是红木的，全红木。哦哦，这里还有一间休息室啊、哦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嗯，就是置物可以放这个柜子，可以放一个酒啊，放点东西的啊、哦。对，这个用中式的做影音室的，奢华，奢华漂亮，豪华。哦，这个是休闲室了，茶室，这里是茶室，等于是两间住房，一间茶室，一楼。哇塞。这房间超级大，看到没有？
吊了两盏灯的房间面积就非常大了，因为它配了书桌的。哇，太好看了，你看它好有设计感呐、啊。它从屋顶照下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，掉下来的。这是个大班台，主人爱写毛笔字，这应该是书架、书柜。整个一个厅就做了一个，哦，这也是一间卧室。卧室它也是吊的这种灯，这、哦、这也是一间住房啊、哦，也是一个带跟这个跟一楼的其实是有点像，但它带了一个阁楼，带了个阁楼啊、哦，哎，它阁衣帽间，衣帽间二楼阁楼做了个衣帽间，很方便，这个楼梯上去，衣柜有衣柜了，还做了一个衣帽间，想想大户人家呀。现在我们站在二楼的阁楼，看一下阿姨家的园林啊，大门。还有外面的绿化，你看，要是开春的开花的时候就好漂亮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好漂亮。现在是刚好我们进来先看到的是园林嘛，它那个假山和水池一直这样转，哇，这个角度好好看呐、啊，太漂亮了！这些错落有致的屋檐，你看一直到后面的绿化，阿姨说的至少有十几亩，它自然相结合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人居住的和外面的山林是相结合的。非常好，空气真的非常好。再过两个月我再来，好不好，阿姨？来了，开花漂亮。欢迎呢，欢迎啊，谢谢，感谢。这个网的吧？不用不用，谢谢阿姨，感谢啊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阿姨不下来了，阿姨不，阿姨不下来了，不下来了哈。滑。这里是车库进去的啊。啊、哦，好嘞，谢谢阿姨，阿姨回，阿姨您回，不用送了。好，啊、哦，好嘞，拜拜。